你一滴耶、欸！哇，我活下来了，我吃鸡了，你是冠军，你赢了，champion！ 耶！哎，又来，汪汪来了，汪汪来了，被炸死，又被炸死，被炸死了，还是死了，怎么又被炸死？汪汪来了，汪汪来了，你拿到，拿着那个，他拿 TNT 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对我，你想对我小雨干嘛？先干嘛、啊？不要这样对光好不好？很没尊严哎、欸！快逃命啊！操你！可以可以可以！阿、啊、死阿、啊、死阿、啊、死、啊！我看他们要不要复活英雄，他们复活就继续去。这是他们的抉择的时间了。就他们都把一拳封印了，对吧、啊？跟我们那天一样。一拳，你待在这里比较安全。哎，箱子里比较安全，不要出来。他们都没有发光了，一拳好像被封印了。他被封印，他被封印了。被封印了吗？对，他被封印了。哎呦我的天！没关系啊，快要第三天了。上面有人来了，皮革装了，皮革装的来了，皮革装的来了，皮革装的在哪里？不用撤离，你先领，先领，先领。是二零。小心二零哦，应该又是要爆破了。下来了，摔、啊、死了，他摔死了。哇，还有弄巨虫啊！哦哦，你真的是。哦，那个汪汪汪又在拿天梯。补一下哈。哇！不要啊！哇！沿路乱炸，沿路乱炸，他炸你哦，他想炸你哦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哎。然后他又要跑了。啊，跑去哪？嘿，嘿，嘿，看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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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有有，没事，啊，没事。等第二天，等第二天，第三天，等第三天。有人在偷偷挖，杰克，走吧。他在挖什么？他看到你，反正挖伏血塔，没有，我打了他一下。不是啊，想说你是国王有没有？正常应该也是回来打，挥两下，怎么会直接跑走？被国王追着跑，过来，追死他，追死他！啊，你不要掉下去就好。哦，漂亮啊！摔死他，这样都还可以让他摔死。团团，好，我没有自杀了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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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自杀了。走，我还看到团团从天而降。团团一头摔下来了。我想要体验一下高空弹跳，结果那个绳索断了嘛。那你们还活着？我要领钱。继续炸一拳，又炸一拳。你们让他们失明。哇，嗯，他们是不是来了？还没。一拳已经没有衣服了。啊，已经没有衣服了。他没穿装。太惨了吧。啊！一拳你猜，一点点血而已。杰克在偷啊！杰克在偷啊！啊！我又拿到宝石了！哇！你又拿到宝石了！一拳死了，还挖，还挖，还挖！不是、啊，他已经完全没装备了。谢谢二零六颗。杰克在桥上。来来。在桥上。哇！他在炸我们是不是？干嘛？只是玩一下厄运水晶。对啊。好，他下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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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炸到我了，炸到我，炸到我！有有有有有有。哇哇，好卡哦！对，狂炸我。点上去比较快。他们感觉已经放弃一拳了。这是谁？谁在我们家楼下玩？不晓得。投手是什么东西？要力量，要力量了。用了很多方块，一千颗吧。我那时候。那时候在那个海洋那一张地图就得到这个成就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呦喂啊！啊哟，上不去。哎呦，家里有人，弟弟是谁啊？没关系，我上来。嘿，只是一点小跑酷。啊，欢迎小。小哎，差不多了。啊？怎样？他想丢我炸弹，自己掉下去炸自己。一拳，他又死了，一拳又死了。我想说，时间差不多，就要去打他了。一拳呐、啊！你拿到是不是？
拿到了，拿到了，掉下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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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中间，中间。哎、欸，你掉下去了。中间，中间。太好笑了。一拳呐、啊！你不要笑到傻。完了完了，这个笑成这样。我看到宝石，我看到宝石。哈哈哈哈哈！好吃吗？我捡到，我捡到，我原路炸，原路炸。啊！太惨了！你也笑太开心了，真的蛮开心的。你也太开心了，你真的是咬成这样。哎，是好笑的。哎，那个，哎，小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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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死了，小雨也死了。那不是你炸的吗？我就不是，我想要想说两颗宝石聚在一起会比较吵。好干嘛？这是什么召唤神龙是不是？召唤哎，不能合成啊！布罗利，不能合成啊！布罗利，布罗利，我想要合成钻剑啊！怎样？中毒剑可以射自己人哦！还没炸还走不了啊！中毒剑可以射自己人哦！没有，是被他那个咆哮到。是吗？咆哮！我刚咆哮小雨。啊！你咆哮小雨，咆哮到我了。我已经死了，好吗？是要复活红队的还是蓝队的呢？还在血的。先红，先红队如何？红队，红队，红队，英雄永不消逝。哇哇！王国生还者。哇！我还有很多炸弹没炸。QQ 。在那个说太慢了，真的啊！一拳来了，一拳，你怎么让哈基笑这么开心啊？你让哈基笑得好开心啊！刚刚那个超好笑的，什么东西？我在炸他的补血塔，叠比较高，然后一拳在我脚底，就看到我看着我，然后丢了一个雪球，然后东西掉下去，啾，自己炸死自己。那我没有丢雪球啊，那不然是谁丢的啊？那我丢的啊。萌发君王是谁？不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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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误会了，我们是在送过去的。哦，我们送宝石，丑八怪果然是那个嘛，对不对？丑八怪果然还是这边的嘛。对，一拳，你从头到尾都躲在家里干嘛啊？我就不知道我要干嘛，就躲在家里啊。躲在家里，我们每次都知道，只要去那里就有机会可以扎到你了。同一个地方啊，真的。对啊，因为只要家里，你要就比较近啊，不然我躲在旁边，我死还没知道啊。你又没有发光。啊，我没有发光哦。没有。啊，你死掉复活就不会发光了。嗯嗯。我就想说，一拳就在他们家，每次都蹲在那。哇哇哇！哇哇哇哇！每一波都换一些炸弹过去找你，死了就再下一波的。我去，好好玩。而且我想要完成我的梦想，我一直无法完成。就想炸掉那一枪。对，我想哇。补血塔的最后一块，你最后的时候，那一颗黑色的，他最后就是边跳边挖，就是挖不到了，那画面好笑。我就是想挖这块，我的梦想就这块了，这梦想就差一点点，可是还是挖不到。来，我帮你完成。好感动啊！笑死了。下一场，下一场，下一场，来！你这么丑啊，吃给你，丑死了！你说一，那个时候，你应该炸死那个小雨。他说啊，他不够丑，所以他是间谍。还没丑到极致吗？但你太坏了吧！我就说。所以我是很丑，所以才会回来，是不是？很丑被发现，太丑被发现。那一只丑八怪战队。啊，跟观众场我们可以正常了。啊，你说 skin 吗？我说那个加速。哦。有时候死掉还没有加速，然后就跑不掉了。对啊。
会 lag， 那你再死一次、啊。好多次都没加速，那那个挖掘太快了。可以进来的，可以进来，进来还是你要跳跳？只有跳跃就好，都可以啊，只有跳跃。那可以跳高一点吗？跳跳要加死嘞！哇跳哇青蛙哦！要不要试试看？试试看，先给看看。二十啊！二十太高了，摔死！不会不会不会，玩海洋啊！啊，十五以上就会扣血喽。玩海洋，然后跳很高吗？也没意义啊！对啊。你这个玩个屁呀、啊！当海豚啊，跳不起来、啊，不然就是给海豚的那个效果吗？在游泳，在游泳超快，会晕啊！被欺负啊！嗯，哎、你总是给自己，没错啊啊！我不再喝水，在洗脸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七，这是加几啊？多少？十吗？二十三七十二十，哇，二十太高了。这个直接跳到直升机上面嘞、欸！对啊，这差不多二十七个左右哦，一跳二十七个。黑拳，怕你？呜呼！哇，两百，绝子绝啦！你个头啦！绝子绝啦！两百直接飞到二五六米，那先侧面不跳了。不能，一二七就飞不到了，一百以上就不能了吧？一二七以上，一二七以上不行。哎，我跳不起来了。小标，我把那个关掉。不可以跳跃的战争。来，这个是五，这是五而已。还行啊，现在可以下了。玩得去这太少。十，啊，十差不多，我觉得十还蛮爽。十可以，十可以，差不多了。嗯，我换了，换别的了。你换什么？整片黑的。啊？那是他的头顶。嗯，看我背面啊。反的啦！耶！整片黑的是谁啊？这样子我倒退路，他就以为我在走向他，他会怕。然后他就跟你打架，你还不知道是谁打？我没什么 skin 呢。啊？嗯，阿七也换了。哎呦！哎哎哎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谁？传下来了！谁自首？我被传下来了！不好意思，我打错指令了。怎么办？可以吗？他点得到啊！要打掉指令方块，打掉那个指令方块。可以不要这样子吗？可以不要乱玩吗？我指令打错了，对不起。并不是第一次的。一二三四五，快来选红队哦！选队哦，还没选队去选队。七八十九二十，我要改位置，可以。还没选队了，去选队。只要耳机也可以啦。对，选队。跳，现在是小恐龙模式吗？对，我现在戴口罩还是什么？我是蒙眼模式哎、欸，看到小雨换我就换了。蒙眼。团团啊，这里。嗯，快点，你们互撞吗？不要啊！哎，等一下，对啊，为什么团团你的帽 T 为什么变这样？啊，因为我后来想到我帽 T 的外围有那一个，但是我对，但是现在要反过来就变这样了，我自己包起来啊！对，我是蒙眼侠。天哪！互撞，互撞！为什么要互撞啊？哎、在干嘛啦？不行这样啊！我的画面看不到啊！你 F5 就看得到了。我没看到。你要再开一次哦！不用看，不要看，我觉得你不要看，不用看啊！你不要看，什么？你不要看，你不要看。我刚去选对的。不要看，不要看，不要！操你妈！看的，在那边转圈圈，这样会怎么样吗？我不太懂。你，你在试吗？你在试吗？你喜欢在前面吗？没有啊，我不太懂意思啊，什么意思？你在团团前面蹲下。
臀的现在哪边是前面？你觉得他脸在哪边？知道吗？他的前面，你的脸脸在哪边？脸在哪边？你在他前面蹲下。他反过来，他把那头弄反的啦。你屁股对着他蹲下。屁股对他。我懂了，我懂了，不要。哈基，你有胡子哎，哈基。不要看，不要看。哈基，你有胡子哎。这样胡子。哈基有胡子。哈基。